喝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要起来。帮我装吧。帮我装吧。哎呦我的妈！明天你们还自大杯免费吗？对呀，继续来。嗯。饿了。Oh my god！我要三碗三两的怪味面，大粉。明天要不要带两杯去呢？老板，我要问，你这人怎么插队呢？我这插队怎么了？请你在后面一起插队好吗？老板，你们家今天还剩多少下滑？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十块钱，帮我拿个袋子装起来嘛。你就这么喝不行吗？非要拿袋子装？装起来嘛。不是你让我拿袋子的吗？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是让你用这个喝，你非要拿袋子装。给我一根吸管吧。我还没有这样喝过可乐呢。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这样不好吧，我还挺能吃的。没关系，来嘛。那好吧。其实我还一直蛮想和你吃饭的。那你不走了？吃饭我肯定不会拒绝啊。那行，我在这等你。啊！你谁呀？大哥，我要说，这个饭不是跑到我嘴里的，你信吗？你们家这热狗我两口就能吃完，你要是两口能吃完，我送你两个。行，那你坐嘛。两口吃完啦，再送我两个吧。双十一后你也不用吃土啦。我又两口吃完啦。开心的一天。今天我要拿着这大锅去吃饭。来，美女，你的大锅。就这大锅。这就是大锅。给我做这个大锅吧。大锅吃得完吗？小意思。顺便我还要承包你两个小时。老板，还两个小时，看你一个小时就吃不完了吧？你再给我做一个小时煎蛋嘛，你做多少我吃多少。那天我看到一个人也吃这么多，你们认识吗？我只知道我妈吃的比我还多。我妈吃的比我还多。上次表现不错，再给你个任务，一小时花光这一万块，否则就别回来了。这也太难了吧！老板，八碗牛肉面加20斤肉，不要面，千万千万不要给我优惠。老板，那不是最后一份，只要鲍鱼不要饭，不用忙了。只要芒果不要
客服客服，我要买一件大衣，怎么试才能获得更加优惠呢？别慌别慌，下面我给你介绍一下双十一的规则。喝这瓶可乐加一个面包可领500元优惠券，再加一瓶可乐全店合法骨折。每天喝一瓶牛奶加油，双十一可享跨店回报200元，去年的大衣吧。你们能弄清楚今年双十一的套路吗？今天我去吃自助餐，竟然没有花一分钱。服务员结账。不好意思，这边菜里面吃完了，回家就快点了。让我来。你想省下50块钱吗？但最后一次他这个是打出8476。